请啊。好，行吧，请。母亲，伯母，好好，请里边坐。多谢伯母。哎，张真兄，你不是说要看我练武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在哪儿啊？请。好。哎，准亲，母亲，你看看你，两位师兄来了，应该请人家到厅里坐，练什么武呢？这、哦、不要紧的，是小侄要看他练武的。啊、哦，准亲会什么武呢？他那些个雕虫小技恐怕要贻笑大方呢。母亲，转之兄老说我又娇又弱，像个女孩子，我今天不练两手给他看看，他也不知道我的厉害。尊亲，这些都是你平常练武用的？不，那些大的是家父用的、哦、我说嘛，像尊卿那样只能玩玩那些小的。小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啊？这个哎，试试看，尊卿都能玩，难道你不行？我对了，试试看吧，来、来，好，试试看。怎么样，太重了，拿不动。尊卿，你别笑，看你这个样子。张真兄既然不信，那么小弟就献丑了。尊卿，这么重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小弟献丑了，贤弟真不愧为是将门虎子。看不出贤弟长得像个女儿家，竟有这般神力。兄台，今日木兰去从军，南征北战十二春，三军二郎千呼万众。是何意？小弟岂敢比木兰？只因他杀敌立功令人气。毛如夫人有丈量，相遇时而称霸王。休看他年轻身若小，海水怎能涌斗量？
哎，好好好，尊亲不但武功好，剑法更好。哎，好，壮志兄，你的扇子。哎，好，哎，哎，师伯，伯母，伯母，哎，魏先生受惊了。爹爹，母亲，哎，壮志兄，你还服不服我啊？服服服，这回啊，我是真的服了你了。不怕你不服。哎，你一位顽皮，只顾卖弄自己的本领，也不怕惊了魏师兄。谁叫他笑我像女人呢？师伯，今天尊亲大显身手，让我们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开开眼界，也是难得的事。对对对，实在难得，何况尊亲还是我们的小老弟呢。嗯，杜子忠、魏传之这两个人倒是不错。所以我说啊，飞蛾要是能在他们俩之中选一个成了亲，那就好了。好是好，可是文家世代武官，门不当户不对也是枉然。爹爹，母亲，女儿不嫁，女儿要终身侍奉爹娘。哎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自古已然，你怎么能够跟着爹娘一辈子呢？而且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老是这样不男不女的，也真是太不像话了。爹爹，母亲，女儿想跟杜子忠、魏传之他们结伴进京赶考，如果得中也要改换门庭。好啊。胡闹胡闹，你女扮男装跟秀才们在一起已经不对，你还要千里迢迢跟两个年轻男子进京应试，真是，哎，荒唐荒唐。爹爹，杜郎从军天下扬，前朝官有巡官娘，不是这样说，考状元是要进京殿试，是非小可，女儿进京万一事情败露，落一个欺君之罪，可怎么收拾？这而且兵备盗周俊那个老屁股一向与我不和，今天为了山贼作乱之事，在太守面前就与我争执甚久。将报国
这是王法勉强不来的。女儿知道。你知道就好了。费娥，你看杜子忠跟魏传之他们两个哪一个好点？啊，不知道。哎，那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是不知道吗？不像话，不像话！你们同窗共读，交往甚深，怎么连他们好坏都分不出呢？是啊，飞娥，你看他们俩哪一个好点儿？说嘛，说出来也好，替你拿个主意呀、啊。都好啊，都好，都不好。剑法，好剑法！哎，这也不知道是谁干的，鸽子又不碍他的事儿，真是。哎，事无虚发，发必应闲。好，好什么呀？什么事，子忠兄？你们看，这箭射的，真是神箭！事无虚发。
个斗气大，剑法入身过不差呀，水家儿郎有自己，想必来自尊亲家。舍得巧自人间吧，我难道啊，这个箭是谁射的？我是在这儿拾到的，我想可能是俊卿射的。俊卿，你看看箭上刻的字，口气多大，虚无虚发。公子，公子，什么事啊？杜宁，老爷从京城里派人送来书信，夫人说请公子即刻回府。啊，哈，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要回去一趟，待会儿俊卿来了你跟我说一声啊。哈，那你先回去吧。事无虚发，发必应弦，飞蛾计，一剑问天来不光，不知此剑落谁家。但见专制手持剑，不由我满面起火。哎，俊卿，快来看啊！看什么？你看，这箭射的比你怎么样？比我？你看，箭穿飞鸽之颈。真是神箭。哎，俊卿、干什么？你猜这箭是谁射的？这个直到箭有老将发，虽将其中上有茶，箭上可有飞蛾计，必是闺中的钦差。女钦差，女钦差，飞蛾欲夺宫中台，我为先帝已被婚，为何隐瞒同窗？小弟何曾瞒同窗，怕是蛇眉一模样，原是先帝小眉堂，弟兄是眼睛见亮，但愿先帝尊雅貌，明媚定是没娇娘，人胸挂里有文章，我没有一配乱黄，先帝若真成全我，兄我是不敢忘，红妆好友皆殷勤，小弟自能夺兵刃。此话可是当真？不因大事怎能儿戏。哈，那愚兄先拜谢你这位大媒人。你不要谢我，你应该谢他。谢他？兄台留此竹箭全作信物吧。哈哈哈，好好，那我先将这御膳队围聘，等将来我取得功名之后再来迎娶。山水绿山
姐，什么事？你慌慌张张。肚子，你肚子怎么了？不是，肚子中相公来了。哦，在哪儿？在楼下，老爷跟他讲话，就要上来了。哦，哎，小姐，看你这个样子，怎么能下楼去呢？哦，那你快点来帮我换衣服吧。啊。因此来把贤弟情一同静静赴歌唱。哦，原来子忠兄是来约我进京赶考的。哎，是的，不知贤弟的意思怎么样？这件事我想，哎，我们还是到楼底下慢慢谈谈。哎，在这儿不是一样吗？哎，子忠兄，嗯，那边是小弟的卧房，其实待客之处。贤弟又何必拘礼呢？刚才我在楼下，世伯要贤弟下来见面，我都不肯。你我同窗至好，情如手足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子忠兄，既然你不见外，那么小弟也就不拘礼了。哎，这样才好。嗯嗯。嗯，贤弟这间卧房不止清雅，不单有书卷气，而且还有闺房的气息。啊，哦，啊，见笑见笑。哎哎，啊，子忠兄，那边坐吧。啊，好好。啊，怪不得钻石兄常常说你像个女儿家，原来你还会绣花呢。我哪会绣花呢？啊，这个是谁的？哦，是舍妹的。哦，是令妹的。哎，不过我们交往多年，我倒不知道你有个妹妹。有的有的，小弟是有个妹妹。可是妹妹的绣花架会放在哥哥房里，这可奇怪了。我想这里边一定另有文章吧。不，是舍妹的，昨天晚上她跟我在这儿下棋，忘了带走的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哎，令妹跟你一念下。令妹与你一面下棋一面绣花，能够一心二用，真是天生灵慧。子忠兄过奖了。哎，俊卿，你还瞒我？我瞒你什么呀？哼！哎，难道说这也是令妹留下的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舍妹留下的。子忠兄，女人脚下之物，别弄脏了手。令妹也真是太大意了，下完棋光着脚就走了。怪不得日上三竿，贤弟还珠帘未卷呢。子忠兄取笑了，舍妹真是个糊涂虫。啊，子忠兄，我们来下盘棋。哎，好，好。啊，子忠兄，俊卿，原来你……我怎么了？你是一个……啊，我是一个……啊，不，我不是。俊卿。你是个撒谎的大官家，小弟何曾把谎撒，可惜你撒谎撒不完，我这就把
你正举庄。死丫头，躲在这干嘛？还不出去？是。知道断亲是老实人，祖母出户读书人，却原来红袖添香鸳鸯配，金屋藏娇你满面春风。子忠兄不要误会，断亲不必带羞愧，年少风流又何妨，人兄休要富贵生，他是家务的小丫鬟。来相相公，不好了，下面来了好多公差，说是要捉拿老爷。啊啊，这是从何说起？太守可有凭证说我勾结匪党，克扣军粮？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。小人是奉命前来相请，请参加大任，即刻登城。老爷，哼，可是要拿我？这个小人不敢，请大任即刻登城。爹爹，母亲，这是怎么了？师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这简直是无中生有，故意陷害。大人有话可与太守大人当面说明，小人为时所限，不能久候了。好，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。爹爹，爹爹，爹爹。老爷，老爷，不要怕，我一生正直，不苟不窃，亮州郡那个老奴才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郡卿，你在家好好侍奉母亲。爹爹，爹爹要自己保重，孩儿不管怎样你要替爹爹洗雪冤枉。老伯为官清正，人所共知，现在遭这不白之冤，小侄也要帮着近亲呼吁公道。走。爹爹，伯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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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快，母亲，伯伯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伯母，母亲，大人。母亲，子忠，哎，你们三位还依依不舍，我看还是快点赶路吧。二位仁兄请先行一步，小弟一转之兄随后就来。好，请。请。贤弟不必难过，自己保重要紧。兄
含冤无病苦，那有心思求功名，专情且把欢心吧，天下弟兄若有侥幸日，定为伯父不惜冤枉。多谢仁兄。好，走去。你要知道愚兄也有半次之疑，又何必言谢。哎，我们三个人相共心服，你们两个怎么避开我谈起私话来？哎，贤弟，三人同心结知己，贤弟何须多猜疑，但愿祖宗传戒宝，儿兄金榜新名题，若得心灵登金贤弟也自己保重。请。小姐，小姐，文英。哎，小姐，信。谁来的信？文龙说是魏相公在京城里派人送来的。哦，小姐快下楼去吧，老夫人听说魏相公有信来，就要上楼来了。母亲，看看你，什么事叫你这么高兴啊？母亲，我……哦，魏传之来信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他信上怎么说的？他考中了没有啊？中了，中了，两个都中了。啊，真的？好了好了，他信上有没有说？住嘴！是夫人。飞蛾啊，他信上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他说新科高中，筹措甚忙，暂时还不能回来呢。那么你爹的事他有没有说呢？嗯，他只是说一切等见了面再说。这样也好。母亲，我想赶紧进去跟他们商量营救爹爹的事情。这个
你一个女孩子家千里迢迢地跑到京城里去，我怎么能够放心呢？我看还是等他们回来再说。母亲，大儿人心可能尽当，在京后名有道理哟，女儿学得文武艺，自去成好把心恩仇。能够放心呢，小姐，我也跟你去。多事，母亲。文龙，是，你跟老爷快30年了。你知道老爷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是眼看着她长大的，是，一路上你可千万要小心呢。夫人，您尽管放心吧，只要我文龙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会让小姐受一点委屈。好，那我把小姐交给你了。是是，母亲。老管家的，哎，还没睡啊？哎，刚才喝了2盅。小儿子，我们公子睡了吗？还没有，刚才叫我沏壶茶进去呢。哦，公子。啊？哦，是你呀，啊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？就要睡了，你也该歇着了，明儿一早还要赶路呢。哦，你先去吧。是。
喂，醒醒醒醒啊！啊，你将小姐给采花子抢走了，我现在去救她。小姐，小姐。出去吧，还不走？公子，小姐，赶快穿衣服，我们走了。可是，哎，来来来，我来帮你穿吧。公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尊重。好好，帮你自己赶快穿吧。Yeah.
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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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哎，是我呀，贼人不给我杀了，你开开门，我们赶快走了，快点儿。哦，哎呀，快点嘛，要不然再有贼人来，我可顾不了你了。又有贼人来了，看你吓成那样子，我是说恐怕再有贼人来。啊，小姐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公子，怎么了？公子好像不是本地人，请问公子贵姓？小姓文，是路过此地的。文公子路过此地，怎么会来救我呢？哎呀，先不要讲这个了，赶快走吧。可是你不讲清楚，我怎么能跟你走呢？先在这儿住一晚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怎么不可以呢？等天明之后再找车轿送小姐回府就是了。这可是你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哦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我跟你，公子的意思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公子。小妹景福春多蒙公子相救，恩同再造，如公子不弃，小妹愿世击肘。啊，这可不行啊，公子如若见弃，小妹
也再难偷生人事了。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先别急呀，婚姻乃终身大事，怎能儿戏？你先在这住一晚，你天明以后回到府中再商量吧。那么，你睡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守望，以避瓜李之嫌。公子见义勇为，不期暗示，小妹感激不尽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好了，你在这睡吧，我到外面看看。真看不出这么一个文弱书生有这么大的能耐。这总算是我们景家祖上有德啊，要不然爹爹。嗯，女儿昨晚上与文公子孤男寡女相处。哦，是的是的，我知道了。我这就过去跟文公子啊。好了好了，还不快去。爹爹。看你也不害臊。母亲。好了好了，你一晚上没有睡，现在去躺一会儿吧。嗯，我不困。哎，这是从何说起呀、啊、想老夫年一半百，只此一女，虽非国色天香，却也不俗啊。贤侄若不嫌高攀，万物推却才好啊。这个万万使不得，婚姻乃终身大事，小侄是过路之人，岂可造次？老伯厚爱，小侄心领了。贤侄一再的推脱，莫非是嫌小女？不是，小侄不是推脱，因为……好了好了，既然不是推脱，那我们就说定了。这是小女的根体，待老夫择个良辰吉日，为你们先定了亲，等贤侄回到府上，禀明高堂，再来迎娶不迟啊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的呀。哎，有什么不行啊？要是高堂怪罪，老夫一力承担啊。不是这个呀。哎，贤侄不必多说了，不然老夫也太难堪了，给外人说起来还以为老夫的女儿嫁不出去呢。哎，老伯老伯，请不要生气，实在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啊，因为小侄家中已经定了亲了。啊，你已经定了亲了？是的，昨夜已经跟小姐说过了，小侄不敢说谎。哦，这个，哎，这真是小女无福啊。哎。哦，这位老管家的，您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掌柜的，好，再来半斤啊。啊，好的。您昨天晚上，小女多蒙贵公子相救。啊、哦，景员外，是这，是这，是这。您有什么吩咐吗？哎，哪里哪里。我有一件事想跟你打听一下。哦，尽管吩咐。据贵公子说啊，他已经定了亲了，但不知是哪家小姐呢？啊，定亲啊，定的是哪家小姐啊？这个没有啊。哈哈哈哈，哎，他真的没有定亲啊？没有啊。哦，哈哈哈，哎，你喝，你喝。哈哈，景老伯。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说谎的本领倒不小啊。啊，老伯，小侄没有谎啊。你呀、啊、你早着呢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老管家跟我说你还没有定亲啊，现在你可不能推脱了。
这个，哎，文龙真是荒唐。文龙多是不荒唐，他见你惊奇多喜欢，天元早和百年好，先许你还不见泰山。可是教堂太为难，收工大字此时情深长，他这里见到欢喜的香囊啊香囊，他两个女人真爱他，天虚何故眉不展，你有心事不方讲，若是可动物品你一把扇子又何妨。贤婿，看你想来想去到底还有什么为难之事吗？老伯，小侄客中不便，这个全作信物，待小侄回到舍下禀明父母再来迎娶就是。好好好好，那么叫贵管家再收拾收拾，搬过舍下住宿吧。尽情举杯把酒传，干杯大盏许你行，敬酒令尊出领域，转至积极赶回城，多谢仁兄情义重，此恩此开怀再敬一杯酒，该饮只怕醉醺醺。哎，你我弟兄分别数月，如今是他乡遇故知，哪怕是喝醉了又怕什么呢？来来来，哎，杜公子，我家公子一向是酒不沾唇的，现在又……哎，转之兄已经赶回去，是否一定安然回府？贤弟应该开怀畅饮才是啊！来来来，子忠兄，小弟实在不会喝，请恕小弟谅前。哦，那么只此一杯，喝了早点安歇吧。嗯，这个……来来来来，喝吧。壮志兄也真性急，怎么一个人就先回去了呢？为了世伯的事怎么能不急呢？我要不是因为有事耽搁，昨天也跟你一起回去了。哦，贤弟旅途劳顿，还是早点歇息，明天一早我们接伴回去。多谢仁兄，请请。哎，贤弟，你怎么了？这个，小弟要另住一房。哎，我们同窗共读，情如手足，如今异地相逢，正好抵足而眠呢。啊啊！
以族而民。哎哎，这怎么行呢？这有什么不行呢？哎，杜公子当然不行了。哎，我们公子，哎，老管家的，你们没有来的时候，我和魏公子就是这么睡的。可是我跟壮志兄不同呀。贤弟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们三个人一向不分彼此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当然是不同了。这倒奇怪了，你说说看有什么不同之处。这个，哎，别这个那个的了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杜公子，哎，杜公子，哎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。哎，老管家的，不必操心，你今天也够累了。杜宁，带老管家后厢休息啊。是。啊，老大娘，老大娘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。大爷，哎，杜公子，杜公子，后厢休息休息。你别拉我，杜公子，别拉我，杜公子，哎，你听我说呀。说什么？我从小都是一个人睡惯的，所以不惯与人同睡的。难道你将来成了婚也不与嫂夫人同床吗？嗯啊。那么贤弟是跟我见外了啊？不不，兄台请不要误会。这儿没有第二间房，还是早点歇着吧。啊，贤亲，你可以把关经搁在那边。贤弟，怎么还不更衣呀？怎么方便呢？啊，不方便。哎，有这个挡着，我们怎么好谈话呢？哦，小弟今天很疲倦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哎，老大爷，他们都睡了，你还在这干什么呢？去睡吧，走走走走。别说，我不去，你睡好了。孙亲，孙亲，这个人一躺下就睡着了，连帽子都不脱。哎，我是想叫醒公子，咱们好早点赶路回去啊。这不行啊，我们公子就是最讨厌人家一早吵醒他。哦，走走走走。哦，啊，
今今喜忧缠。怪不得汗水多浇开，尊亲果然是公转，怪不得平日举止礼礼壮士有女红似对方。旧莽撞莫轻狂，他是女子我是男，两人同房又同炕，他只怕挂天底下必先难，我这里且把他的事而已，但看他如何装我在左眼。像我俩一模样，哪有鸳鸯？天地仔细水中看，水面一对好鸳鸯，那兄弟对你痴痴笑，他笑你自己竟把兄弟抓，兄台说话千次两，取笑小弟你不当，我和你兄弟情分好，你为何逼我女娇娘？你是女娇娘，你是女红烛啊，我是红光嫁给你，你是娇娘又怎样？子忠兄，今天你怎么了？往日转之兄取笑我，你还帮着我，今天连你也……好了好了，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。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山深了竹竹山深，此话说来笑死人，我问你山深竹竹谁来住，我问你山深为何一个人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没有老婆多自在，铺床叠被谁担沉，口口声声要老婆，老婆要来做什么，少时为女老来伴，传宗接代续香火，传宗接代续香火，世间七少女娇娥，那要先帝娇又美。贤弟呀，啊，贤妹呀，你何苦装我做养女弄我？
非是我存心将你愚弄，请你听我说苦衷，只因家中人病少，因此乔装不双亲。今寄信女儿身，为兄向你求婚姻。贤妹早定亲，但不知那家儿郎有福分。这件事原来安天命，命中注定难变更。那日舍剑终身誓，是个如今是两人。那么他是谁呢？是壮之兄。壮之？哎，我们三个人是同窗好友，你为什么厚笔薄此呢？我可不答应。子忠兄，这你不能怪我，我是射箭不婚的。射箭不婚？这是天意，那支箭是壮之兄拾到的。哦，哎，错了，哎，错了，错了，怎么错？那支箭是我先拾到的，后来壮之来了，我给他看看的。可是我来的时候，因为家里有书信来，所以我先走了。哦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所以你与壮之兄的婚事不能算数。这个。我问你，我箭射何物？飞鸽应声落地。箭中何处？鸽颈中央。箭上可有标记？事无虚发，发必应弦。啊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这个错了，错了。哎，不错呀，不错呀。兵不进，我将起好事。岂有此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景员外，请坐，请坐。不坐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景员外如此恼怒，不知有何开罪之处？你自己家教不好，还来问我？是不是郡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我问你，我与夫人携带小女到府上来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……哦，原来是为了这件事。景员外，请坐下来谈，请坐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我看你对我怎么交代。请员外暂且息怒，员外带令爱前来完婚，可是令爱不愿意。哎，不是小女啊，是令郎啊。俊卿，俊卿怎么了？他呀，他要跟小女退婚呢。哦，他要退婚呢？是的，我一定要退婚。你福春，
我是贵国千金为家人，何曾有不成功败的心？你这样言而无信，真可恼。你要悔不问难不难，小姐切莫把泪听，泪是小臣也无顺亲就是飞蛾，景老伯，他们两个是不能够成亲的。怪不得他当初推三阻四的。景员外，据小女说，当初也是你逼他的。我当初怎么会知道她是个女的呢？你的儿子变成女儿了，可是我的女儿怎么办呢？景员外，关于令爱的终身大事，我想讨杯喜酒喝，但不知是哪一家，门第如何？是书香门第，新科进士，而且还封了官职。恭喜仁兄，贺喜仁兄。贺我什么？你中了进士，又封了官，现在又要小登科，还不值得恭喜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文老伯替你跟景小姐做媒，你没听见呢？听见了，可是不是替我做媒呀。子忠兄，不是替你做媒，难道说替我做媒？真是。子忠兄，你这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。怎么？我早就跟俊卿了，我早就跟飞蛾定了亲了。魏县侄，飞蛾是跟子忠定亲了啊？不对，我跟他是以竹箭为盟的。壮志，那支箭是我拾着的。可是我已经把我的御膳坠给他做了信物了。你的御膳坠，他已经替你给了景小姐了。文老伯，是的，你那个御膳坠，飞蛾已经替你给了景小姐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这怎么行呢？准卿怎么能够替我定亲呢？自当今李云斌，可却长山翻过去，
小姐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哼，你换了女装，我也不嫁别人。你真的不嫁给别人了？我是非你不嫁。哎，福春，我们两个女的拜堂了，那是你自作自受了。好妹妹，你就饶了我吧。那你把我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做个好媒。是哪一家？是我不要。你呀、啊、只要你看见了，包你会喜欢。不喜欢。我带你去看看嘛。我不看。没商量？没商量。算我多事，告辞了。哎，慢着。怎么有商量了？没有。好了好了，别嘴硬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来来，文小姐，你拉他去怎么行呢？哦对了，我真糊涂，我去拉他来给你看啊。不行，我要找顿清算账去。哎，转正转正转正，转正兄，转正兄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哦，他要找你算账。哦，算账啊，这个容易，待会儿慢慢算啊。现在你跟我来、啊、来来、子忠来、哎、你怎么样？不知道。怎么样？哎，那么你账还算不算？不知道。